哟，这不是我森哥吗？要没做梦啊，这我以为太阳从大西边出来了。这好久没见你，都准备贴寻人启事了，是吧？啊，你还来这种场合呀？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啥不掉了，让我也用点儿，我这一包不够使。咱就掺和着。来来，给我掺点儿。你这一包还不够？不够不够不够。好好好好，够了不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不行，孙哥，今天来掐一把。掐一把，看看。我跟我老丈人说，我缺个灯，我也别跟那个老丈人说了，我给我大哥说，我缺个灯，就那个蓝光，缺个灯儿啊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听刚才喊抽号了，咱过去吧。你去抽去吧，走，替我抽吧，替你抽啊，相信我啊，没毛病，走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铅皮棒。走，开杆了！开杆了啊！祝你们天天爆火！哎呀，这老板把鱼都给我喊跑了。今天是2000斤，收费150，35个人钓，看今天能钓多少啊？这考验我的时候到了。上鱼啊，别客气，兄弟。别跟我客气，森哥上上上，别跟我客气。你们不上，我也不好意思上鱼。真钓了鱼，真钓个鱼伞。第一天上的鱼伞，真硬啊！假账，那伞砸了1200块钱。你已经上岸了啊！森哥，快看看看，这条鱼不小啊，森哥。哎呦喂！哎，这鱼往这边溜，哎，它自己往这边游啊，森哥，你看游过来了。哎呀，这条鱼，快快看！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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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鱼，看这鱼一直往你这儿跑。来，坏不坏？上鱼了，森哥还没上呢。走，走森哥的路，让森哥无路可走了。鱼不小，差不多了，小3斤了。我这国标上很准的，2斤9两。走，1个多小时了，森哥，上啊，别客气啊，5米4都没扣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那两边大鞭连杆子，还是左边一个大鞭，右边一个大鞭上鱼。咱不比别人啊，就给森哥卡。别人上再好，跟咱没关系。来妈妈了，森哥，快看，又来妈妈了，恭喜我啊！5米4的杆子回鱼慢，慢慢溜吧，这鱼也大。个头可以，走。这是孙哥来拉拉队了。孙哥摇人了，换选手了。现在，现在开始了啊！5条鱼换人啊！毁了，那个人做到天黑了就。5条鱼换人，摇人也不好使。我现在0-2，我上2条，孙哥0条。孙哥蹲到那儿，孙哥往那一蹲。在思考问题，为什么没有鱼？为什么一口都没有啊？我这样的选手为什么没有看？森哥都怀疑人生了，在这儿。我知道是长杆钓不多，但是我没想到一口。森哥，你现在戴上口罩，别让别人认出来咱了。这5米4，这5米7放在地上。来了。哎，森哥，快看，接口，炸！哎，来我来妈妈了，
找到这个坑是好事。加把劲儿啊！吼不了，进来。哎，叫拉拉队都不好使。咦，这鱼个儿有点大。都是大个儿。走。要不森哥，我往你户里放一条，这样别人来一问，哎，钓一条。不用，我在这洗洗户子。啊，就过来洗洗户子呀。红道啊啥的，就跟那个伽马卡兹那种感觉。嗯，这边鱼是大红尾。哎，森哥，你实在没口了，不行，往我这边搬搬，在这边钓。给一口了。一样啊。你别空了呀。哎，这空了就视频不要了，空了光荣啊！你这鱼我鸡巴一个小时停一条。这还是干的不行，干那山坡再吃。可不啊。哎呦我天，终于弄住了。加把劲儿，给它钓来。行，得了。好了。切了，又切了。好了。好了。毛嘞，毛嘞。好不容易上一条啊。哎，森哥，妈妈又来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森哥今天有没有带速效救心丸啊？上一条跑了，咱不能让他跑了。进来。哦，好。哎，没有，上来了。哎呦，看他嘴上有没有钩，是不是森哥那条？哎，没钩啊，没钩。没钩，没钩，没钩，没钩。有时候得把鱼还给我。没干过这事，前脚刚。森哥心里受打击了。这鲫鱼才明显。你比我强不了多少、啊、强四条鱼。装啥杯呀、啊、你？装啥杯？强四条不？咱孙哥收啊？收。那这鱼，要不你带走吧，咱也别回了。我不稀罕这个东西。你不要我带走了啊？要不亏的太多。150的钓费是不是？我四条，你一条。给解释一下，为啥这是钓不着呀？位置的事儿，咱又说。底下没鱼。对对。两个大鳖，现在都上来了，钓七八十斤。中间这一段呢，有钓好的，钓不好的。我们这属于是最差的了，1:4。那灯啊啊啊！行了，我也收了，神仙难钓50鱼。收拾收拾回去吃饭，洗洗睡，拜拜。